东西南北春夏秋冬二十四时，黄帝内经依循天地之道，认知生命本源，顺应自然规律，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教授为您讲述中华几千年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名家论坛五周年特别节目《黄帝内经》。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第一，我们要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学习《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实际上在国学经典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它是几乎是唯一一本以圣王命名的书，这就意味着生命之学在古代文化当中是认为是帝王之业，是大功德和大慈悲。那么圣人为什么重医药？这个圣字又怎么讲呢？这是一个口，这是一个耳，然后底下是一个人，这个口和耳放在一起，也就是繁体字里边的听的意思。那么所谓圣人，就是能够听从自己本性的人，也就是能掌控自己身体和欲望的人。如果既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欲望，又能够使别人听从自己，那么就可以由人而王。所以这个是圣人重医药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古代人文化认为天下即人身。那么古代的天字呢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个上面人的头顶上面是天，所以在古文里又叫做天颠顶。天下即人身，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人体是在所有的组织系统里边是最精密的自组织结构，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和谐的机制。那么这也是中国古代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一个原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天千百年来什么都变了，但是人没有变，人的本性是没有变的。所以古人认为人的任何思想都是从身体当中来的。那么比如说国学里边，大学讲至善，中庸讲太过与不及，而所有的太过与不及实际上都源于人身体结构内部的太过与不及。打一个比方说，假如我们的肝火太盛的话，木生火，那么我们的心就会烦乱，做事就会很急躁。如果肾精不足的话，我们思维就不够，就是思维力就不够。假如说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你端着这个酒杯的手都在抖的话，那么你这个控制手的能力都没有，控制这个水杯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能控制全局？你的身体本身出问题了，你做事的行为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后来有一句话，叫拿破仑的一句话，叫做人的身体结构即命运。那么在中医里来说，就是人的身体结构及功能即是命运。从这个角度往下接着讲呢，就是说生命医学又是人类学中最高的学问。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学一向都强调从医入道，道以医显，就是说的你能够把医学领悟了，你有可能就领悟到天下之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从第二点上讲，学习《黄帝内经》可以让我们认知自我。这里大家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活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些词汇，比如说魄力、精神、还有胆识、意志、聪明、像这些词都是表达代表我们生命活力的一些词汇，和代表我们
是那个领导力的一些词汇。那么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想一想，所谓魄，你这个人有没有魄力，做事有没有决断性。那么这个魄力到底是什么呢？它具体的指的是哪些方面呢？实际上这个魄在中医里它涉及到一个词，它是肺的神。所谓神，在这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神呢？就是肺气足了以后，它的外现就叫做神。它的表现，我们说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精气神，那个神有神足不足，实际上都是说你的精和气足了以后的外现，就像火焰的光芒一样，那个叫神。那么这个魄指的是肺神，而力关涉到我们另外一个脏器，就是肾。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都是从腰这儿来，对吧？从腰这儿来，所以力量是从肾来的。那么这两个概念，像肺和肾，都涉及到一个本能的我们先天本能的问题。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魄力它关系到本能的问题，是学不来的。你不可以向别人学魄力，是你自己肺气足不足和你自己的肾精足不足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点，精神，说你这个人看上去真的很有精神，生命活力很旺盛，对吧？要不然你就特别萎靡。可是呢，这个精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精同样是肾的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指精，在中医的概念里就指的是精。而神在这里边，神是心的神明，心之神为神。那么所谓精神，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在中医里有一个固定的词汇，是心肾相交的能力。就是你心和肾相交通的能力如何，它的能力的外现就是精神。如果你心力不足，肾精不足的话，你这个人就显得没有精神。所以这个精神也是指的我们身体层面上的一种东西。那么胆识，在《黄帝内经》里认为胆是主决断的，那么你有没有决断力，这也是你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体现。那么决断力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胆气的足不足，并不是说这个人把胆囊切了他就没有决断力，是关键是一个胆气的足不足，胆精的问题。那么意志也涉及到，男人就要看他的意志力如何。那么这个意志是由什么来，他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他的物质基础，意是中医里脾的再现，脾的神为意，脾的神为意。那么脾，心之所思，心之所存谓之意。那么就是说的脾的外现是神，是意，因为脾主运化，脾是主运化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意很足，你的脾精很足的话，你运化的能力就强。而运化的能力强意味着我们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关联性的问题。比如说你头脑非常灵活，你看到这个事物你马上就能够关联到那个事物，当你把这两个事物能够很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性就是意，这就是运化，就是灵活，就是头脑非常灵活的表现。那么志也是肾，志是肾之神。所以说像意志这种词就是在说肾的这种能力。那么在这个意志来讲，实际上如果精神是心肾相交的话，那么意志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运化
人体的运化能力和收藏能力的体现。因为肾主收藏，是运化和收藏能力的体现。你能够运化多少，然后你又能够定得住多少，这是你的意志力。你如果只是运化很聪明的话，而你又定不住，你又坚持不下来，那就是意志不坚定。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力的一种体现。那么聪明就很好解释了，聪明在中医里认为肾开窍于耳，就是说肾气啊是开窍于耳的。肝开窍于目，肝是开窍于目，所以你这个人是否聪明与否，关键在于看你的肝肾的能力。这样讲来，就是说学习《黄帝内经》可以使我们更多的向内看，向内在的去观察我们人生，是在培养我们向内看的能力。但是向内看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也是《黄帝内经》在所有的国学经典里边最为寂寞的一个项，就是说的向内看实际上很痛苦而且很难。这也是自古圣贤皆寂寞，比如说在西方社会，他追求的目标是认识你自己，而我们中国社会是要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刚才我已经讲过，天下就是人身。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外边这个天和人，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和谐。而这种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越高，就越接近于至善。所以关键要看这种和谐度，这是向内看的问题。就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人身难得，真法难闻，中国难生。那么人身难得，就是说从学习《黄帝内经》开始，我们要开始关注我们的自己的内心生活和我们内在的脏腑的那种运转。我们懂得了人体，实际上我们就懂得了人生的很多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这个肉身是我们用佛教的观点来讲，实际上是我们花了很多年的修行来得到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呢，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借假修真的载体，是要蓄之养之的精品。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毁之害之。第二点就是真法难闻。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佛经你有缘才可以听闻，那么你《黄帝内经》同样是这样，也不是可以说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听到的。包括《黄帝内经》本身，他自己本身都是皇帝和他的老师的一些对话。当他问到一些很核心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老师都会告诉他，你必须通过一种斋戒的方式。所谓斋戒，不是单纯的洗洗澡、刷刷牙、饿几天就可以的，而是要告诉你保持着精神上的一种缺少，不要有那么多的欲望、俗欲所控制，不要被那么多的欲望所控制的一个状态，是没有私心杂念的一个状态。包括圣王学习《黄帝内经》，他也要抱着一种很认真的态度，而且要把坚持着要有一种什么呢？什么样的态？这种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修自己的身，同时修自己心的态度去学习，要真正的能够看到里面去。所以这是第二点，叫真法难闻。第三句话就是中国难生。实际上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感恩，身为中国人是一种难得的福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恩心理和自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的经典可以让我们去读，可以让我们重新反省人生，
甚至包括反省，好好的认真的重新体悟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所以这是中国男生的一个含义，只有中国有《黄帝内经》，这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培养我们的内在的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实际上就关涉到两个方面，就是它会告诉我们一种很好的认知方法。中国人实际上对医学都有一种耳熟能详的东西在里边。我们学习《黄帝内经》，比如说好像很多人不懂的医学，可是呢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着这些东西，所以这在古代里边来说，这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老百姓每天都在使用着这些东西，但是呢其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说它可以培养我们的洞察力。那么这种洞察里边第一条是要培养我们对天地自然的感悟，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大家去认真的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说买东西不买南北？想过没想过？为什么买东西不买南北？那么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图啊，我们现在这个图一般都大家都认为是上北下南，然后呢说老师你这个图肯定是画错了，为什么南在上面呢？但是实际上这个图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图难以解释，在哪里呢？就说为什么南要放在上边。那么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学医，就是中国古代讲究从医入道最容易，你要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你首先要知道人体。那么在人体来讲，我们的人心火，心在最上，而心就是它代表，你要是俯卧大地的话，那么心在最上，所以上边为南。那么从这，你先知道这个图，一会儿我再说这是为什么是心的代表。那么从一个第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大家想想为什么买东西不买南北。实际上东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它有按照一种取向比类的方式，它把东归属于木，把西归属于金，南是火，北是水。那么在远古来讲，在用竹篮子打水的那个年代，一般的来讲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木和金为可承受之物，是可以拎着走的，然后火和水是不可承受之物。这是第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买东西不买南北。实际上呢，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买南北，买水和火，如果水和火介入人的买卖层面，就会对人类造成某种伤害。比如说买军火，买卖军火和买卖石油。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目前的所有动荡其实都跟这两个东西有关，它会对人类造成某种伤害。所以我们中国是讲文化的，就是一会儿开个玩笑说，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实际上连骂人都讲究文化。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骂你，这个人不是个东西，我们经常说你这人真不是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实际上说你不是东西，你就是什么，就是南北，就是在说你这个人就像水和火一样无情无义。他是在讲这个层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说的，那么这是一个表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东方又意味着生发，也就是生长，中土是化收藏，那么就是东方为生长之象，
南方为东方为生发之象，南方为生长，西方为收敛，北方为收藏。先看一下东方为什么有生发之象。实际上大家看这个东字，这个东字本身就是一个木，然后中间一个日，太阳从树木中冉冉升起，就是在形容它的这个逐渐上升的这个状态。那么金呢，西呢，在这个古代古文里的写法是这样的，大家看像什么，它实际上像一个大鸟立在自己的鸟窝上。那么人类在最初观察西方的时候，观察西边，他首先抓住的是一个象，这就是他抓住什么象呢？他抓住一个什么样的象呢？就说的，等到天快黑的时候，鸟都知道归巢了，连天地万物都知道收敛了，都知道回家，都知道该回去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收敛的象。所以实际上买卖，在中国买卖东西，实际上是在讲的是文化的层面，讲的是非常文化的层面啊。那么买卖什么呢？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就是首先我们买卖的要么是可以生发的东西，要么是可以收敛的买卖。要么你就是买朝阳企业，你做的就是朝阳企业，要么你就是做的是可以赚钱的企业，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然后南方意味着什么呢？南方实际上就意味着散，就是输布，因为南方为火，是输布之象。南方就是散，就有点类似于现在企业家做慈善，就是你，这是你该散的，你该花出去的，而且是不应该求任何回报的。就像我们的心脏一样，在这里边的另外一种比方就是木，这边是肝，这边呢是心，这个是肺，这个是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心输布，你看心永远在跳，并不是说你睡着了它就可以停一会儿，它永远在那散着。这就是心的象，这是从象的角度理解我们的五脏。那么这个就是肾，就是主收藏。所以呢，这是中国文化的里边。那么中央脾土是什么呢？就是化，生长化收藏。那么这个化，这是脾土。土为什么能够化万物呢？土为什么能够化万物？什么叫化呢？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化，就是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是化的，这个过程叫做化，而中央脾土就是这个过程，它是要包含在生长、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四项全都有的东西，这个化。所以中央脾土自身它就是一个源。那么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是在那个用什么来解释呢？就用那个易经的乾卦的上九来解释，就是见群龙无首吉。见群龙无首吉，就是它自成一个源，既有生发，又有生长，又有收敛，又有收藏，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反过去想，我们正把这个东西南北，大家不要以为东西南北说这跟中医有什么关，非常的，以后我们讲的所有的课程都会跟这个图密切相关，因为实际上它就在告诉你，天地就有这个顺序，天就有这个从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它这个次序不会变的。然后人体也有这个次序，人体也要因循着这个次序去生存。那么另外一点，实际上对天地自然的感悟，那么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去感悟一下，比如说你要懂了北京城，实际上你都能够懂得这个图，都能够懂中医的一些理。我们打一个比方，北京的东边有什么门？
东边是崇文门，西边是宣武，然后北边是安定门，北边是有两个门和德胜门。大家想一想啊，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然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能够解释清楚，实际上跟我们身体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东边的崇文门在古代是这个门，基本上来讲，因为东方主生发，生发就指的是文化，生发就指的是文化，所以呢东边这个门崇文门在过去来讲走的就是文官走的路。那么西边呢走是宣武门，因为西边的气收敛之气就是肃杀之气，就是肃杀之气，那么走的是杀气。所以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不仅骂人讲文化，连杀人都讲文化，就是秋后问斩，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秋后问斩。他绝对不可以把，因为在生发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动一点点杀心的，如果这时候你动了杀心，你摘下了任何一朵花，你到秋天的时候都会少结一个果。那么理解一下为什么安定门和德胜门要放在北边，先去理解这个东西南北。大家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南北啊，实际上用现在的风水学来解释一下也能够清楚，就说的现在大家买房子的人特别多，都比较重视风水。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什么叫风水。风水实际上是讲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如果老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它的一些对你的影响是像风和水一样看不见的，但是它会影响你的生活。比如说你老住东边的房子和住西边的房子，时间住久了，它慢慢慢慢的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比如说住东边的房子住久了的话，那么你每天如果看到朝阳起来，这样你每天都能保持着一种欣欣向荣的这么一种状态，这是非常，就是说你每天你都能够跟着太阳升起而升起，由太阳落山你就早早的休息了，你这样慢慢你就会保持着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但如果你住在西边的房子，你每天都看在日暮西下，这样你对人生会有一种苍凉感，它慢慢的也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比如说你会比住东边的房子要晚睡一个小时，要晚起一个小时，你的整个生活状态都会发生变化，这就是风水的含义。那么大家把这个话题留在下一讲，就是想一想为什么北边要开两个门，一个安定门，一个德胜门，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最安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得胜。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